嗨，大家好。直到现在，我认为我就是一个老学生，所以我落个网友改到这套字音的时候，也跟你当时一点学习，哦，学习当不断的进步。就像有网友问个这套唔常见的青撇字，是标语字点对半环保收落个，比如说当个冷字半个天字，啊，该读面个，草字头下半加个，这个加成呢这个新字，读面个。目前无权威个调语注音，即也需要两个专家学者去进一步个考究。入门字个人，好在是为了个脑筋出名，我多几个再一次、再一次建议大家买用较过青撇个字来个脑筋出名。虽然用青撇字个脑筋出名确实有点别，啊，有神秘感、吸引眼球，甚至有点文化，但是咱要注意呢，用青撇字。给老人以后的生活会带来非常多困扰。同一个呢，过一半人叫打，同一个呢，电脑也恶拍，哎，咪因为这个青撇字，是对老人的读书啊、判诊啊、判理手术啊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负担，耽误顺利判事的效率。咪那一群人啊，来去出境旅游，哎，家家出去佚佗，全都因为这个字，无变个你确认个你的身份。所以你只能老到个，出唔了门，去个懊悔就来唔及了。所以凡事要考虑实际需求来使用这套行字。朋友们，你决定呢？